正常如果人家碰到这个样，我都会想去顶一下。这个不是，就是在泰拳里面，我们是用一点周围全是空，所以我是在这里面找到我，就是怎么样跟你连接。好，所以好，等一下，好接进去了，接了，现在又接进来了，哇，又接进来了。遇到这力量不是去跟他顶，你跟他顶没用，你把他整天合进来好了。拿起来，过来。看这鼻子怎么捅他，怎么可能？歪他也没办法。对，可是呢，如果是这个呢？啊，合进来了。